Yo, I see， 我在米兰和你们说早安。一直都是你们默默守护我，这次让我宠爱你们吧。刚刚结束21天的挑战，亲自发现全新的水光机密，就是我想让你开心的礼物。你喜欢吗？连续21天口服 Swiss 玻尿酸水光片，让肌肤水分提升15%。这次任务 Good Bro， 我是 BOGIE 王子 ，Let's do it。连续7天的工作，累到没力气想明天穿搭的小巧思了。果然，肌肤的水分也透支了。还有14天，为了 Icy， 我也会努力做到的。从小就想来的时尚之都，水光片的发源地。这里是全米兰历史美感的 C 位，想要现代的美感，还有6天，加油！简简单单，让水分子直达基底。I see， 做我的公主，只吃糖，不吃苦。21天水光肌，你也可以。Oh, are you taking this as well? Yes, you too. Everyone take it. Yo, yo, mic check, OK.Hey， 21天我来发起挑战，皮肤暗淡或者干燥，全部让你好看。Bow， 它的魔力就像一把水枪，水光片哦，你的烦恼全部被它扫光。加满系数，其他的全部退后。对待皮肤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Hey， so， 快来加入 Sweet， 走花路 free， 不需要花路费。现在我只想发微博，我想推荐高规格的天猫小黑盒 ，Run the game， y'all。